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我上次走到哪？我上次走到最后，走到那个炼化区那边，我把它清干净了，就继续往前。欸，这边有东西可以捡，我捡过了吗？应该要捡过了，还蛮酷的，一个感觉像演唱会现场的。这是所有杰西卡的粉丝，这个也看过了。那位他不喜欢杰西卡。拒绝了一个什么很温柔的男生，所以就感到不满。哎呀，我在干嘛？哦，跑了。跑了，我的兔子。风背兽，欸，还两只。这光好特别哦，我感觉好像什么鬼的光，诡异的气氛。月光从那个山后面透出来。我这边下去应该可以吧。在打吗？再打的话，我就要帮忙啦。今天会有主线吗？白熊，不知道哎。哦，在这边发现一个萤火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怎么知道今天的进度会到哪里呢？Saving these for the trail. 我的鞋又快没了。这会
走啊？啊，对了，我应该有新的武器才对啊！我要买新的神射弓，哇，加一点伤害好了。学神射弓就是要痛。巨齿兽。总共三只哎，感觉起来还蛮危险的。I know how to override a sawtooth. If I can get in close. 啊，对哈。哎。我可以覆盖它了，去吧，加油加油！是啊，最近空气不好，加油啊！我相信你一打二是可以的，别输了。耶、yeah! ！击倒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加油加油！哇！咋被打倒？站起来，站起来！你的帮忙。That's got their attention. 哎，我怎么一直砍不到？怎么都打到盔甲？好死不死，怎么打到盔甲？利用完之后就把它宰了，好像有点恶劣。这边是破坏者，啊，没有在我的行进路线上，不打。有鱼耶，我来练一下鱼好了，我还蛮缺鱼的，蛮缺鱼的。赶快去接任务，我正在去啊！我要去清土匪营啊！哎，这是什么？你有没有办法捡？这我没有办法捡。怪怪的，definitely awake now。你刚刚在睡吗？弓背兽。我的弹弓要到哪里才打得中？哎，刚刚没有装吗？
装弹啊，都是那个装弹系统，还要特别按，不能直接射两只吗？排兵。再高一点就好了。那我打他一只，我就要耗三颗冰球，实在是有点浪费。怎么血都回，血都赚不回来？Hardy little plant. You'll help. Quite 到了吧？不知道我们家遇到尼尔，是尼尔吗？就是那个很有病的，还是别拿？军哥是那个讨厌鬼吗？歧视我的那个，有点多名字记不起来。废墟要塞，为什么我每次在土匪营的时候都是晚上？小明，他没死，他没死。好好被院挡住了，太黑了啦！我发现两根箭的时候，它要一定距离内才有办法准确，太远它就会散开。我都要贴到荧幕前才看得到他们。有带问号的。话说，我这礼拜买了火线猎杀夜镜，是哦。结果嘞，你觉得好玩还是觉得雷？说关游戏的时候不宕机都不像 UBI 的游戏，是这样讲的吗？关机的时候也不会宕吧？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恐怖呢！这边可以看到更多人了，这个角度。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利用他的这个狙击塔。游戏是蛮好玩的，如果喜欢发块，应该就会喜欢。我是玩试玩版，第二次我觉得还不错。应该说贝塔版，不是试玩版，贝塔版。
Move along now. Might have a man down. What? Yeah, 行动喽。 感觉去哪儿可以玩得很顺，只要有面具机，我连神都可以杀掉。但这个剧情还蛮好玩的，它也是有弹道的，我觉得还挺有趣的。 That's an alarm. Would make enough noise to bring in more. In. Damn tankers are. Sorry, 我走错路了。This is gonna hurt a lot. 今天也正常发挥，我哪一次没有正常发挥？你说他们为什么不一勇而上吗？我觉得他们还蛮一勇而上的，奇怪。 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